先我来看几段画面，也就是陈奕迅。陈奕迅传出来说他演唱会他要延期了，为什么？他中暑了，在打网球的时候他休克，他昏倒了。陈奕迅这个要延到什么时候？现在还是未知数，就是中暑，小心，真的小心，热衰竭。另外，我们要来看这个影片。真的是要小心，为什么？三太子昏倒了。你看这个画面，三太子在演出的时候穿重装备，他真的很辛苦很认真，左右摇晃倒地了，工作人员赶快去搀扶他，把他给搀扶起来。真的小心热衰竭，这个是英国皇家卫兵，整个人倒在地上，赶快工作人员去抢救他。他不是第二个，他是总共有三个卫兵倒下，可他很敬业，马上站起来要继续的演奏。不过担架已经来了，后面已经有人担架抬出去了。所以院长，我们看到这些画面，他其实真的要小心，都是中暑跟热衰竭。那这个案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在这个工作厂房工作，很闷热，症状就是发热、头痛跟身痛。隔天中午体温，哇，快飙到40度了。他是剧烈的头痛，你怎么治疗他？这个中暑情况底下，我们呢就是家属带来以后，我们就给他吃一个竹叶石膏汤。嗯，竹叶石膏，那竹叶呢跟石膏呢，这个可以清我们身体的这个是我们说的热。那这个病人脉象一拔起来就是这样，对，像台风这样，噼噼这样，这个脉很浮大。那就是我们一般的中暑的一个脉，所以呢这个热在里面，所以那还有什么有湿，所以呢我们用这个竹叶石膏汤和这个三仁，那这个三仁就是什么，去把我们上中下这些热把它去掉。那上仁那个上面就我们有这个薏苡仁啊，然后呢会有一些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白中间有湿嘛，里面排不出去，有这个白豆，就我们做的白豆蔻这个部分啊，就像还有个杏仁、肺经，所以它这个三，然后其他还有一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放进来，它就这个热就慢慢下来，那最后呢就比较没有再发热，中暑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它什么当下的那些刮痧啦，或者是我们的清热。好，讲到刮痧，有请季老师。我们会从这个少阳经哈，这个耳朵附近来一点介质，来一点介质，然后我们用点精油，那刮的时候会从这里。就是我们的头部的前面，哇，镜头对准来喽，往后面这样子刮下来，刮下来，刮下来哈，那头发从这儿开始抓吗？哎，开始刮下来，然后从这里后面，哇，好，从后面这条是我们的督脉跟膀胱经都在这里，五秒成绩，哦，怎么这么红啊？它为什么会桃红色的嘞？你看，所以就显现出什么？它身体里面有什么？有火啦，在燃烧自己啊，没有照亮别人，自己闷在这里，会痛吗？陈姐，不会，完全不会。我这两天喝很多菊花，是不是？还有芳香万寿菊。对，那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清我们的肝火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你这个胆，有没有？这个地方跟胆那个下面的胆经，上面的就我们的三焦经，所以它这个湿热呢，在身上，你看，喏。啊、我今天好荣幸哦，让吴院长亲自帮我刮痧。你看，你看，我随便摸。可是我觉得很奇怪，它为什么那个颜色会长这个样子？通常来讲，跟我衣服的颜色有点像哎。哎，也就是说，他身体的热象还蛮明显的。哎，这个叫热盛。那如果说呢，有的呢？刮下去是紫色的，对对，那个就是大部分的都有三高，比如说高血压、糖尿病这一类的就比较。那你看它是干净的，它就是什么？身体的热出不来哦，他身体的热出不来。你看，如果随便刮就出现了呢。对，所以他这里我们的膀胱经呢、督脉这些呢都有蓄热，所以你这几天可能有稍微有点中暑哦，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哦。然后睡眠要争取，我们晚上在睡眠的时候，肝经啊，或者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。陈姐，您几点睡？两点。哇，下午两点，半夜两点啊，半夜了。你看了，吴医师一抓就知道你睡不好，还有再来。吴医师他还有哪里有问题？你看的话还要看他的舌头啦，是不是？他不好好吃吗？他有没有不好好吃饭？我看一下，偷看一下，给观众朋友愿意给镜头看一下，可爱的舌头，来舌头舌头看一下，哇，好。方程呢，他的舌尖很红，所以有心火，所以呢，你最近哦事情有点烦哦，所以呢做事情可能啊放松一点，哎，而且可能一直在。烦恼一些事情，她男友今天有来哦，是哦，那可能要给她稍微放松一下，有事没事的时候呢，给她什么泡泡脚啊，刷刷这个，哎，这个情况，你看，OK， 真的红了。不过我要问哦，因为中医师都说
夏天西瓜少吃，怕你太冷会刮掉。可是营养师，你推荐吃西瓜吗？夏天怎么吃？对，其实防中暑的话，我们会有四大类的食物。我们分前面是预防的，比如说你预防出去外面，你开始要出去外面了，那要补充水分。这时候确实瓜类是可以的，比如说像西瓜啦、小黄瓜啦，或是苦瓜汤啊，这些都可以用。然后另外呢，预防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喝一些比较冰冷的食物，比如说家里有仙草的啊、艾玉啊，或者是绿豆汤、红豆汤，这些就可以先喝再出去。有时候跑业务预防中暑，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中暑的时候呢，我们反而建议就是来点汤品，因为汤品里面像番茄啦，它其实钾离子还蛮高的，需要补充钾离子。竹笋汤，因为夏天刚好是竹笋的季节，对，然后补充水分，然后又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部分。不管是中暑前或中暑后，其实都要水分。那水分我们当然是以无糖的这个茶饮、开水都好，但重点有一个重点是，我们的水不要一口气喝光，慢慢我们是慢慢喝。那平均大概300cc 的这个水，我们大概喝大概5口，不要一次就把它灌完，因为灌完之后，你发现很快你水分不能吸收，所以慢慢喝是重点。好，这个是朱大侠的。刚营养师讲到番茄，所以你刚好就推荐蜜汁蜜番茄。是，没错，我们常常去餐厅吃到这个，我们想回家做，那又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。那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。那其实我们就是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是白醋跟糖混合之后呢，再加入话梅跟紫苏梅，那最后把我们剥好皮的番茄放进去泡一个晚上，放在冰箱其实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但我发问，你那个番茄的皮怎么去掉？我们就是滚水，然后把番茄放下去，那我们大概烫个10秒之后捞出来，丢到冰水，一定要丢到冰水哦，热胀冷缩之后我们的皮才会非常的好剥。那如果说我们用一般的水，你就要剥得非常久。其实这道菜很简单，就是要一点点的工序。是，这道菜很简单的，就是我们花一点点的工就可以完成这道菜。那夏天非常开胃。另外一道凉拌芦笋鲜虾，刚刚营养师讲到竹笋，是竹笋，对，竹笋啊，这个是我们是用芦笋。对，那其实夏天其实很多人就喜欢喝什么芦笋汁啊，解热啊。那其实我们就用芦笋做的这道料理。那我们就买好芦笋，我们就因为其实芦笋的根部是比较粗、比较硬的。那我们从根部的地方把皮削掉之后呢，我们就切我们要的大小，大概3公分。那我们的虾子呢，虾仁就是去完壳之后，我们全部都穿烫一样先冰镇。冰镇完之后，我们就放一点橄榄油，然后黑橄榄，然后放一些甜椒啊，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盐、胡椒跟我们的意大利香料做调味，其实也是非常简单，夏天也是非常开胃。威师那个番茄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啊、哦，味道如何呢？颜色很漂亮。我是高文英，请到聚焦2.0 YouTube 频道进行订阅，同时到聚焦2.0 FB 点赞。